人气 YouTuber 蜜菲有着亮眼外形、姣好身材，与老公结婚后产下一女，不时会在社群平台与粉丝交流互动的她，日前发文透露自己因没有送十个月大的女儿去幼儿园，被人质疑太宠女儿，让她忍不住直呼请不要插手她教育孩子的方式。接着她补充表示，从怀孕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决定要为孩子负上一辈子的责任。蜜菲坦言成为妈妈后，绝非只有不送宝宝去幼儿园的问题，更强调自己对孩子的宠爱，也并非常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程度。先前她看到女婴被闷的新闻，还有最近的幼儿园禁药事件，都让她害怕下个受害者会是自己的宝贝女儿，尤其自己所居住的地点又是事发区域，更令她感到非常不安。不少网友留言力挺她，认为孩子也才十个月大，是要送去哪里？有些人真的很爱管闲事啊。Bye.